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胆干大事》。我本身人称北屯陈金峰，没有啦，就很喜欢打棒球啦。但是台中打击练习场对我来讲都有点远，也很少有可以打棒球的场地。今天在相对比较近的地方开了一间打击练习场，就在百货商场里面，室内的，很酷。今天要来体验看看 ，Let's go。棒球跟垒球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还可以选棒球，或是垒球，然后还可以用悠游卡支付，哎，帅哦！到嘞，怎样？啊？用力一点啊！哎呦！没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啊？很好玩。陈峰，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差强人意啊！流汗，哈哈哈哈哈！微喘，串子就是这样，简简单单就能流汗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只是这个场地比正常的还要短，打击的感觉都差不多了，而且这边东西又新的又干净。不过这里左打只有一个球道哦，对，所以对我这种左撇子就没办法发挥，没有那种130左打，没有那种130左打。那、啊、现在打现在100的，就不用录了吧，反正打不到啊。我打这么100又很难吗？暖身完毕了啊、哦。正常发挥啊，
你不要被打到就好了啦。距离太短，所以那反应时间就很少啊！啊，我平常打80慢雷的啊，所以那100根本就打不到啊！所以那左撇子真的是一个不够友善的一个地方。好，现在这个开幕期间啊，20块16球啊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，还蛮有趣的啊！在百货商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打击练习场，哎，蛮酷的。孤星孤光应该看，有没有看我看？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支影片，都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我的频道。大男人，大大是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要记得带一个人来帮你拿行李哦。对对对，有小孩的话，记得带一个书童哦。